亲密朋友，欢迎您收看《象棋世界》啊！今天呢，仍旧是我和蒋川特级大师为您做棋局讲解。亲密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带给您的呢是2019"一带一路"象棋国际公开赛的一盘对局。那对阵的双方呢，一位是最后获得冠军的张学潮，不是冠军李是少李少庚庚，对，张学潮挑战李少庚。对，好，OK，我们进入棋局。好，红方是选择了兵七进一，兵七进一。刘大师所说了，刚才最后的冠军是李少庚，哎，对，但是呢，比赛之前的名气来说啊，这个张学潮更大。对对，是这意思。张学潮是特级大师，对。所以李少庚这比赛下的应该说也不容易啊，一路获得这个冠军。张学潮现任指路，肯定也是想有所作为啊，先手。那么李少庚是炮二平三，这李少庚这棋手可能大家们不太熟悉啊，贾大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他最近的一个战况吧。李少庚呢，应该说也是一位非常不错的青年棋手，那是必然的，河南人，河南人，但是他呢后来一直是代表四川比赛，因为河南没有专业队是吧？当时没有专业队，现在可能现在是有了，是啊，当时在李少庚快要成长的阶段没有专业队，那会没有编制呢，好多地方出了很多优秀的棋手，但是因为局部的没有编制哈，都会转会，对啊，或者外援的形式来出现在我们象甲的赛场上。对，在四川队呢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成长哦，他也是象甲联赛当中的高手啊。对，这些年呢，也跟郑维彤就是说一起组合，获得了队友是吧？团体冠军，就今年他们也获得了全国团体冠军，是吧？所以那个这个象甲比较出人才啊。对，我觉得能去下到象甲，能被这个各队去来。雇佣吧，对，或者是说能使上劲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啊。对，我也听那个他们的教练蒋全胜老师啊，包括李爱东老师说过，李少庚就是一位特别踏实的棋手他平时呢也非常用功啊，就是特别安静，就是走棋也是非常的稳健，是吧？那挺好的，能有这个精神，肯定将来就是不可小视啊。对，这盘棋呢，他也用足底炮三象应对，那一定棋谱很熟。接下来红方如果张学潮走马二进三的话，李少庚肯定是车九进一。哎，这是他经常走的棋谱，他经常走的啊，就是经常看他会走。这会儿他在车九平二啊，这样呢，他就全打一招。他喜欢下这个变化是吧？对，你要车一平二，他就车九平二。你要马八进七的话，他就马二进四。然后你要炮八平九，他就马八进九。这是他的常见棋谱是吧？下了很多盘。马七进六。对，马七进六的话，他呢可能补士。你再炮九平六，他就再车一进一。这个都是摆烂了的棋谱。对啊，这个是李少庚非常喜欢下的。战绩也不错啊。战绩非常的不错，是吧？但是好像现在联赛里面下这个棋谱还多吗？不多，就李少庚自己爱下。对，但是啊，就是我觉得近几年这个应该是在，我觉得得有七八年前比较流行的了哈。现在呢，可能其他棋手啊都会是卒三进一碰开。对，对，因为觉得总是觉得嘛，你给我卒三进一的机会哈，我一定要挑战一下，先过去再说。所以我觉得卒三进一在这个足底炮的这个棋型里面应该是。最常见的，对，必常见的就是必大家必要知道的，是啊。至于说你不拱，那可能是你要避开啊什么的各种的想法啊。对，是，对，卒三进一。实战呢，他是选择了是六进五。哎，此番变了。对，张学潮也是，你既然那个阵型这么熟，我就是六进五了啊。这个棋是在当时的一个第十一轮下的。对，是应该说小组赛的这个尾声了。对，尾声，因为他们先是要下一个循环积分，对，然后排出前八吧，应该是八进四的一个单逃，一点一点的单逃。是的，四六进五这个变化呢，是原来浙江的名将陈孝坤，陈孝坤老师号称小诸葛是吧？对，陈孝坤，陈孝坤当时我记得那在。七几年的时候，下那个南北对抗赛的时候，陈小坤也是南方的一个名将呢。对，是的，也是代表南方出战的。他的布局经常会出新啊。是吧？但是呢，其实很认真的一个。在就他当时出现四六进五之后，一段时间内这个变化是比较少见的，是吧？最近呢又重新开始。那为什么他后来先期有被这个慢慢大家遗落的这个原因呢？大家遗落呢，当时是认为黑方如果马八进七，那肯定要跳马。红方马二进三，黑方要车九平八的话，出局红方如果车一平二这个时候呢，黑方可以走卒七进一。卒七进一啊！接下来当时呢可能是走长车啊，长车二进四或车二进六，黑方一对，对了吧？对掉的话，
打呀。啊，当时呢，认为如果你一打，哦，不是，黑方不是。接下来呢，你如果飞象之类的，他马二进四，先手一跳，哦，你要躲炮，我车一平二，再是先手，对，有点快。哎，黑方的出子比较快。哦，就认为黑方可战了，黑方可战，对，所以呢，一段时间就走的比较少，但是呢，后来。